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期稀有水果开箱测评。稀有水果啊，大家都可能都不太清楚什么意义。这期素材是我们从世界各地搜罗而来，特别的稀奇，金色传说，给大家一种 very mysterious 的感觉，就是非常神秘的感觉。嗯，爱情爱情。谁夸你了？我们现在仿佛看到弹幕刷985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的开箱就正式开始 ，Let's go！ 有请第一位嘉宾闪亮登场。第一位选手的名字叫手指柠檬，大家请看啊，手指柠檬上面写什么？这不是蓝莓吗，大哥？哪儿啊？这不是写蓝莓的吗？买错了，58.9一盒，就这么一盒。礼盒，我操，这蓝莓挺贵啊！但它里面明显不是蓝莓，里面明显不是。对，它应该用的蓝莓的壳，就有可能是，有可能吃着也是蓝莓味儿，长得也是蓝莓的样子，哎、就骗你，乡巴佬，没见过世面，乡巴佬是吧？好像挺有感觉的。打开之前那个包装就是贴心纸，特别贴心，就怕你撕手上，包装是怕它挤压变形，是吧？操，这有什么可说的？哎特别细心，里边写了品名蓝莓，看到吗？啊，这就是手指柠檬。我操，哎，槟榔，哦，像吗？闻着一点味儿没有，跟闻空气似的。它为什么叫手指柠檬？可能百度一下。哎，我刚反应一个问题，59.8，仨，不止20吧？啊，还真是二十是吧？我操，这是很一宿了吗？横着睡，横着睡啊，挺牛逼的啊，挺牛逼的。这是不是得给它从中间打一打？所以我们现在给它切开来看，三刀流奥义，三千，你不会这么切啊？啊，这么切啊？笨呢？这么切吗？3400，厉害吧？我操，哎，这看着跟西柚似的，哦，里面是一粒一粒，你看鱼籽儿啊，鱼子酱嘛。全出来了，溢出来了啊！全溢出来了。切的时候肯定是平的，因为我用了我奥义挤一下吧。我操！我操！跟黑头似的。大家知道吗？鱼子酱这么吃的。巨酸。哎哎，吃着有一股都吃了呀，别浪费了，21个呢。我吃了，我吃了，别着急。口感啊，它这就是芜湖石榴的口石榴，那种感觉巨酸，除了酸没有别的味道。但是这个我觉得有一好处，就是它比那个大的柠檬少了点苦味，它这是纯酸。这大家肯定没见过吧？这个我都第一回见，你想啊，59.8三个，然后只有一个大。一个大拇指，两个小拇指，除了酸没有别的味儿啊。如果大家都有特喜欢吃酸的，或者是那种想生儿子，对，可以吃这个，我就吃这个。啊，这才走，有请下一位选手。这是这一箱子16.8，我操，这还行啊，这还挺挺值的，这挺值的。我操，一箱子16.8，然后吃一个，他妈全扔了。这个就是。雪莲果，这不就是土豆吗？或者叫它马铃薯。它还附送一温馨小提示啊，给大家念一下。雪莲果因为水分较重，运输过程中容易出现裂痕，但是不影响食用。PS 不在理赔范围，就是如果你看你这雪莲果裂了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它不赔你。下面那个写啥？下面也是写这个，妹妹还是这个。我就不赔。重要的话说4遍，好不容易卖出去了是吗？嗯，我现在拿来拆看啊。雪莲果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雪莲果。这他妈不就是土豆吗？它是云南的，云南的，嗯，云南啊，玉龙雪山嘛，玉龙雪山上，玉龙雪山怎么唱来着？有这歌吗？有，玉龙雪山。行，喜欢更像土豆。我操，你土豆这挂子有吗？有。我给大家削开看看，我削皮的手法特别牛逼啊！就是那会儿在北京饭店，大家知道一般这土豆有坑怎么处理吗？怎么处理啊？就是使劲。好了，这是处理完了的雪莲果，尝一尝，咱们都留意。尝尝雪莲果。
它那个口感特像梨和苹果中和了点，有一点糯，但也有点脆，有一点点甜，有很淡的甜，有点像甘蔗的甜。对，还行吧。嗯，还行。嗯。没大方不会啊，可以当那个就是打游戏旁边的那个零食，小零嘴，小零食，听见了吗？又不理我，没有，下一个选手叫什么呀？玫瑰，这是水果吗？这好像准确来说应该叫蔬菜吧。我像麦克风，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？它这叫什么呀？杨记。哦，洋气，洋气，非常洋气，给大家吹一下。来，谢谢。这是看了一个法国大厨的视频啊，他是这么做，因为我们业内经常有交流。他本来想过来的，但我说等疫情结束了吧，疫情结束再聚。跟你有什么可聚的？我教他怎么削皮。这样就可以了啊，大家知道了吗？然后把它上锅蒸，然后就可以吃了。行，现在那个后厨女工准备过来。一会儿我就 room 屠宰场炸然后就过来了，煮好不用端。杨记啊，熟了啊，这是煮熟后的杨记，给大家看啊。我他妈什么人都想把这吃了，这饿成什么样了？对还煮熟，还得煮熟。我操，零零币，哇，这怎么吃啊？这你看啊，这么大一颗啊，啊，但是它就是把这叶子掰开，然后吃这块，这根吃这根白的，这抿，抿是吧？拿你那大门牙抿，这全都能抿。对，能抿一晚上嗑瓜子似的。闻着特熟悉，芋头啊，对，芋头。好，杨币。还真是，对吧？芋泥，哎，就像那个美人鱼那个鱼尾巴。为爱感情被搁浅，入海里面。大家看，很容易就撕开了。这就扎嘛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这玩意儿，你说吃芋头多过瘾？你喜欢吃这个的，一口又扎嘛，这个太白了，没味儿啊。所以我喜欢蘸点美汁汁儿。嗯，怎么了？美汁汁不错。百度百科上说这是一个观赏类植物。我看过一个法国大厨专门做这个，是吗？他怎么做的？他不昨刚跟那他通完电话吗？哦，嗯，是。啊，你俩原来昨视频说这个呢？什么笨猪蠢驴的，你都听不懂。我教两句。Home fat movie salmon。我在法国生活了五年。身上身胸爱为过莫呀，三门牛的心。下一个可可果，有请。这都是什么呀？这是可可果吗？这应该叫可可瓜。包熟包熟，你知道怎么吃吗？这分三个形态。什么形态？三个颜色，就我刚才说的，你说一遍。啊、哦，这分三个形态。三个形态吗？三个形态。这个是现在是生的。现在是生的。对，这是生的。那它能不能吃？能吃吗？能吃。能吃。大家看啊，准备给它。切砍了，让大家切了啊！我操，太硬了吧这！你有大砍刀吗？七星那种。我给大家加工一下啊！等一会儿。神刀刘浩义，真千岁砍，哇！咱们买的是白头那股，这是白的，是吗？跟一个毛虫没有砍两半了，还拉丝呢。你能想出来这是巧克力吗？不能。水果味儿，有股山竹的味儿，挺清新的。你感没感觉自己是在一个树林里？你闭着眼。我操，这是说哇，别咬我。然后这外形特像苦瓜。我操，你别说我切还挺平。嗯，三刀流嘛。嗯，是。滚不滚不浓，发布卡。露筋儿。这玩意儿你说怎么演化成巧克力的呀？给大家看看，搁了多少白色的，其实就感觉就是山竹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，尝尝吧。我刚一进嘴，感觉就像被人吃过的山竹在嘴里吃，你知道吗？没肉。给大家看看里边啊，给大家看啊，里边芯儿就是巧克力豆，然后外边是白的，特别像那个奶油巧克力糖，看着特有食欲，但其实不好吃。可食用性是四个水果里最差的，但是你可以自己做。巧克力啊，卖家说啊，把这个先风干，风干完之后磨成粉，再风干，兑点奶，放冰箱里拿出来就巧克力啊。反正他说特简单，我听着就不简单，操，
你多少步了？抱开就费劲，我跟你说这个。行啊，今天我们所有开箱都已经结束啊，评测完毕，完事儿。行啊，以上几种水果均已测评完毕啊，这个最测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考大家一下啊。主要它氧化了，它已经跟刚才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，老得快。这个东西啊，它不好看，不好吃，还不好切，但是它可以做巧克力，还行。而且果肉到手上的感觉就是耸鼻形爽，就是不干不干的。嗯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本轮最差啊，我没错怪你吧？嗯，长他们那么丑，我们这回劝人家是这个。雪莲果虽然它其貌不扬，但是它内有乾坤，外干中强，就感觉这水果特踏实。我今儿夸你了，但是你不要骄傲，保持自己良好作风，别他妈这一箱我吃出来一土豆。其实咱们就一个雪莲果，全是土豆。本届这个水果大赛冠军啊，雪莲果名副其实。你有哪家公司想签他的，可以联系我啊，给你先寄空盒。行啊，本届水果大赛完美结束啊，下回再大家办点别的比赛啊，再见，再见。